吃这个韩国炸鸡，你要蘸一下这个吗？这有一点点甜甜的，还有一点点辣辣的。再加片面。啊？高丽菜啊。加片。阿哥加小菜。那一眼，哇！你的嘴巴怎么像章鱼一样鼓起来了？哦，在吃这个炸鸡。哦，吃这个炸鸡。爸爸，它咬碎了。是啊，那这个炸鸡很好吃吗？他吃的变章鱼嘴，这样。是啊，还有哎，还有很多。你把它咬成两半吧。那是我的吧，我拄啊就是加青菜啊，加果汁。只要加泡菜就好了。这么好吃啊，吃到要一直喝水，口渴。那我不吃了。